又没有上空间吧，我是第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七七小餐桌。没错，这礼拜呢就是圣诞节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那今年呢，大雅工作室没有什么交换礼物企划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去年的交换女友企划。那今年大雅工作室没有什么特别企划的话，我只好往外寻找男人。那每年呢都还是要来玩一下这个交换礼物的烂梗，虽然已经被玩烂了，不过呢这一次我要交换礼物的对象呢，你们一定都看过他的影片，只是你们不知道他长怎样，就是我们的动漫料理大神，我们的 Rico。 好，那这次跟 Rico 的交换礼物主题是交换姜饼人。那我的想法呢，因为我没有做过姜饼人，我是想要做一个很嘻哈的小房子，然后里面塞满很多可爱的姜饼人，就是有点符合我这个嘻哈可爱的个性。好，那这一次呢希望我可以顺利完成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做过，我也没有试做，所以我非常紧张，不过应该是难不倒我的啦。好，那这就是本次的计划，我们 Let's go。 好，其实姜饼人制作呢蛮简单的，只要把材料呢依序的放进我们容器里面，搅拌均匀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弄成球状，再把它压平，放进我们冰箱半小时，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使用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30分钟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面团拿出来了，所以它冰完之后会长这样子。拿出我提早准备好的设计图稿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裁切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开始着手我们房子的部分。哈哈，姜饼人。你在干嘛？为什么现在煮汤圆？今天冬至啊，冬至比圣诞节还要早到。啊，你的姜饼人弄好了？还没啊。哎，还快弄。啊，先过冬至啊。哎，七七小餐桌发放汤圆啦！快点拍啊！我们饼干烤好了，装饰品也准备好了，糖霜也搅拌好了，那我还准备了这个超可爱的盒子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把我们的房子盖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盖房子。My favorite holiday. It means so much
3、2、1，请转身。这是送给你的圣诞礼物。谢谢。那我可以直接拆开来吃吗？可以。好吃吗？我觉得味道非常的棒。那第七，我也想送你一个礼物。好啊，我的礼物。我带你去一个浪漫的地方。把工画在调色上，我是以量取胜啊，我就技术不如人，然后就不会，也是很好吃，干下去即是好吃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太漂亮，到我舍不得吃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就直接把它大口咬下。好，那感谢瑞哥送我的圣诞节礼物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次的圣诞节交换礼物计划？那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大家也要记得去订阅瑞哥的新的副频道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这边的地奇跟瑞哥就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那蜘蛛人你看了吗？那最后我就给这个姜饼一个字 Q， 因为它很 Q 嘛。Jolly holiday.